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一生印刷小学堂，我是 Carter。很多朋友啊都会问 Carter， 哎 ，Carter， 我在印制衣服的时候都遇到一些很困扰的问题。哦，什么样困扰问题呢？就是在印制衣服的时候，我的图案很难对齐在我的衣服上面，尤其是大量的时候，每个图案的位置都不太一样啊。OK， 这个问题困扰他们很久了。那终于，现在我们得到一个解决的方法，一生推出了。我们一个新的产品叫做一生 T 恤标尺组，我们有五件套跟八件套两种套组哦。这个是亮白款，这个是透明款。那接下来我就为各位介绍说我们的 T 恤标尺组怎么样做使用吧。Let's go。Hello， 来，接下来他特为大家介绍我们的一生八件套 T 恤标尺组，这个是我们的亮白款。OK， 这个是大人的正面，这个是大人的背面。那我们有青少年的哦，这是青少年的正面。这个是青少年的背面 ，OK， 我们有儿童款的部分，这是儿童款的正面，儿童款的背面。那当然也有所谓的 B 零款，这是我们 B 零款的正面，以及我们 B 零款的背面。好，以上是我们一生八件套 T 恤标尺组的亮白款介绍。好，来，接下来高德为大家介绍是我们一生八件套 T 恤标尺组的亮白款部分。OK， 那我们八件套总共会有分正面以及反面，哦，那会有四种规格，有成人、青少年、儿童以及 B 零的部分。那接下来为大家示范的是我们成人的正面以及我们儿童正面的使用方式。OK， 那我们其他的使用方式其实都跟我们现在的使用方式是大同小异的哦。好，来，接下来是我们成人的部分。那首先找到我们成人的正面。好，那摆放位置呢，一样，我们这边抓出一个中心点，往这边之中，然后摆上去我们的图，我可能要印在我的右胸口三英寸处摆上去。摆上去之后呢，一样胶带，我们把它粘好，把它做一个固定，那我们图的位置就不会跑掉了。好，那儿童部分呢，一样找到我们儿童尺的正面，然后这边找到它的中心点，然后对好对位。好，那我要印制的部分可能是左胸口的三英寸处，把我图摆上去，摆上去之后呢，一样胶带这边做一个定位，这样我们图就不会跑掉了。好 ，OK， 以上是我们的八件套的样板组的使用方式。